杜德伟和郑欣宜这日就为东华慈善晚会担任表演嘉宾。提到最近 Alex 在网上就 po 了一段和小 AJ 父子合唱的片段，网民都大赞小 AJ 好可爱啊。其实这条片是因为我们拍的时候觉得真的超级得意，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我都很少 po 和 BB 的片，但这个实在太得意了。的而且确 po 上去之后是引起很多的回响，大家都真的对 AJ 又有另眼相看的感觉，因为他开始慢慢成长。另外欣宜日前就在网上铺了张和好朋友谢婷婷的童年合照，为对方送上生日祝福，估不到就被网民攻击。不过欣宜的高 EQ 神回就得到很多人的支持。其实都没有想着估不到会这么发，即整件事会这样，因为我都是很 casual 临出门口见到有人这样写，我就复他咯。所以我承认我是完全不懂玩 social media 咯，但是很多谢大家这么支持啦。可能以前小时候被人骂的时候选择沉默，即是选择不说话，但是我觉得现在都31岁了，再不是刚刚入行的即小朋友这样啦。我觉得不多不少都会有后生的人都会，就算我几不想做一个榜样都好，都会不小心变了一个榜样咯。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见到我这样做，希望大家都知道 stand up for 自己不是错的咯。但是相入面的主角婷婷就好像还未知发生什么事。我昨天跟她聊了整朝 WhatsApp 咯，是很开心的这样。但是他未 like 我的 post， 我跟他说我喂快点 check IG 了，有事发生了，但是他都没 check， 我收回我的生日快乐。